打开电源后，按住加减键，同时按下，出来一个这样的菜单。按减键加电源键，同时按下，到4个0，输入密码。0512，电源键按轻微按下，到下一位。按住电源键，进入13、14、15、16、17。最高四十。可以了。